啊、你种几年啊？哦，14年啊，24年啊。啊，你较早唔种种来嘛吼？啊，都种24年，就等于啊咧管理遮尔。即摆拢咧管理遮来啊。开始啊！我啊！你今年气候安尼吼，迄当初你教话哦，接话时好接无？接话好啦，是因为伊今年的寒流几啊批啦，所以伊开花较会安尼无济无当济啦。啊，无以往吼，你若花若当济吼，咱咧采收较好采收。啊，今年吼，变做爱做两届采收啦。你这什么品种哈？这是风水的，日本新泻风水啦，风水梨啦，吼，风水梨。啊，伊的食起来口感怎啊？哈，伊幼咯，幼，啊甜甜有汤，安尼好食。啊，一百啊，八七百啊，你搞的，你搞的，你搞的，是那是大粒的，真嘞。我还在。哈，你不是白白啊？他白的是山的呢。你卖我白干炒起啦。真油啊！真油，真甜，真有汤啦。啊，今年疫情有影响到无？今年疫情啊，那个是买啊，他唔敢出卖，啊，真侪人客拢唔敢出卖啊，因为无法度出来。来个谈恁，甲咱买。啊，你的来啊是风水来哦。风水来。啊，你那拢用迄草啊滴过？啊，草啊都拢无全杀草剂啊，拢当互伊自然安尼。啊，咱用喷草机甲喷落底安尔。嘿啊。等于食起较安全。啊，当然啦，啊，长心嘛较用。哦，咱母长啊用啊，水果就好食。嘿。我等你哦，我要上去。喂，阿娜。阿娜妹。哈哈哈，有啦，你是，无啦，这是无人咧采访啦，你是要怎？